Hello， 我酱哥今天带大家到这个阿拉斯加，我们要去滑雪。那这个地区呢，算是下雪天啊，这个还用讲吗？对不对？我们直接看一下这里是哪里好了。我们现在到这个地方是在阿拉斯加的机场啊，你就带大家晃晃好了。其实我也没有来过这里啊，第一次到这个地方。这到哪边？哎，这好像是机场是吧？机场。有可能我们直接开飞机啊，开飞机去看一下这边的状况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挑一台小飞机啊 ，OK 的，小心它。飞了，飞了，飞，飞起，飞起来，你看到，飞起来了。所以这边还有炼油厂，还有一些民宅。哎，这是通到哪里了？这边还有住宅区，对。哦，这边风很大，风很大。哦，那个立牌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也不好降落啊，这个地区。而且它的风很大，我们先把飞机降落下来。好像不太好降落这里。我们直接跳伞，好不好？跳伞。登到最高的山峰上面去，好，跳跳跳跳！哎呦啊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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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哦哇哦，碎哦！飞机爆了，飞机爆了！哇，我们到了，我们到了山顶上，这边有这个，我警察通缉我了。放心啦、啊、阿拉斯加没有警察啦，他怎么过来啊？拜托！哇，有没有看到？我们登上了阿拉斯加最高的山峰啦，各位，来吧，我们今天来这边是要来滑雪的。我看看，这怎么下去啊？这还不太好下去、欸，可以吗？好、哦，我们找一个比较好的点来滑一下雪。这个地方 OK 啦，这个地方 OK 啊 ，OK 啊，没问题。好了，拿出我的滑雪板哦，是不是？超帅气的啦，嘿嘿，从哪边下去呢？这里好了，好吧。哦，哇哦，哇，耶！超赞超赞，哇，哦哟，好险哦，好酷哦，你直接滑过去，哎呦呦呦，我们看看这边还有什么东西哦，还是有人在这边啊，加油站啊，加油站这边应该有 safe house 吧，就是那个安全的安全屋的样子，欸，在哪边啊？嘿，嘿。哦，嘿，哇哦，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等等等等等等等，下去看看，下去看看，这是哪里？这是 bar 吗 ？Restaurant？ 哎，没，哎，有有有有有有，哎，它传送到哪边去了？这是一个 bar， 这个 bar， 小型的 bar。哎呦，警察在这边喝酒，对，喝咖啡。哦，他在唱歌呢，是哪位啊？啊，我穿墙了啦，穿墙了，各位。好了，我们直接是哪边啊？我们直接回到市区了，这样不合理吧？这样子，这样不对啊！
好，我们直接回到原本的刚才的地图上面去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回来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回来了 ，yes。OK， 我们来到市区看一下是什么地方。这好像是卖枪的店 ，gun store。gun store， 进去看一下好了。哦，直接传到这个武器店。灯为什么那么亮？哎、欸，发生什么事啊？还是出去好了。我比较想要看到他的这个 safe house 在哪边。哎呦，这是可爱的小狗哈士奇。来来来，要拍我是吧？拍我就好，拍我就好，老兄。来，我们继续找。我们今天要在这边过夜啊，你去找那个房子在哪里。Safe house 在哪里呢？好像还不好找呢。哇，这太猛了吧！这个太猛了吧！你不会冷啊？他挂了。哎呦，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因为太滑了撞到，好不好？不是故意的。好哦，没关系，咱们继续去找我的安全屋。哎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警察局还是哪里啊？看看，我。哦呦，这是 fire station， 救护单位的警察局还是消防局？好哦，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，是很像学校，是学校吗？这个不是啊，是监狱啊，监狱。哦，这个安全屋还不好找啊！这个 box store 刚来过了。哎，这个玻璃耶，这玻璃可以，这什么？哎，不是啊，破土在，怪弄地洞来。哎，哦。哦，看来我们找不到我们的安全屋啊，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了，好不好？各位喜欢这个模组，别忘了去下载，还蛮好玩的。但是它光这个物件就1000多个了，超大，呵呵，哇，电脑要很好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拜拜。